台南市政府议长会选案，检方国再剩下三个人，包括着台南市区议会理事长林树杰、保董志议员黄立昭，还有前副议长李文俊。另外，李文俊的朋友黄怡平，因为伊的讲话前后是无共款，被法院裁定收押。对，进来就到此。无当值台南市议员黄丽娇服务处正常运作，各界恭喜高票当选的红单嘛，搁大。前一届正副议长郭信良、李文俊，以及台南市区议会理事长林树杰，拢送到祝福。不过黄丽娇、李文俊和林树杰三个人，拢因为涉及正副议长贿选案，被检方审押。市议员两名有湮灭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，林姓被告有逃亡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。于1月7日凌晨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。1月3日头一波调查的时阵，黄丽娇和李文俊分别以10万、25万交保，检方搁提充分的证据，认为两个人嫌疑重大。另外，林树杰涉嫌恐吓议员彭一峰，检方追查李文俊的朋友黄怡平有伫个现场，不过三辩的讲法拢无同。黄姓被告之供述前后不一，又避重就轻，与同案共犯的供述均有歧义。而黄姓被告与其他共犯利害关系一致，时有相互配合为不实陈述的动机和可能。法官采信检方提出的证据，裁定黄怡平羁押禁见，包括前民进党中执委郭再庆在内，台南市议长贿选案已经收押两个人。记者李秀兰、陈兴坤，台南报道。